也为了他们去学这场运动。我没想到有场竞技也会是九位啊，所以今天我们第九座城市，我们要更加的浪漫，更多的美好的回忆在这个长沙这座美丽城市留下，好不好？从今天我们已经来到暑假的一半了，这个假期很开心，能够在这个夏天都跟大家站在一起。要先问现场观众，暑假作业都做完了吗？社会实践的部分，对不对？我来到现场感受一下这种热烈的音乐舞蹈的熏陶。但是其实暑假不管大家都有没有做完，我们的成员们每位都很努力在做功课，所以呢我们也同样有这个惯例，先请各位坐下来分享一下最近都完成一些什么样的作业，要跟大家迫不及待的分享，好不好？来，请成员们都坐来，有请您。准备要跟大家见面的作业，所以我们听听看每位成员最近有什么样的收获呀，包括自己今天来到长沙有什么样的心情，好不好？我们交给这次你先来，长沙。